闽南话流利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刷拍？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指表现顺利或说话流利的样子。你讲了未刷拍？话说的不流利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